幾多人？九個，即係九個人咯。講到尾就九個人啦，一千尺住九個人，你話多唔多？我幫你諗住，其實我哋以前揀緊一個大間，大間你俾咗你哋嘅負擔重，後屘咧我哋又買多個新單位咁，不如間細啲啦，租俾啲黑工嗰啲啦，你哋又輕鬆啲，儲多個錢第二次做首期都好。